在断掉、喔。对，它不会一直跟着走、喔。嗯啊，所以到底有什么效果啊？他说力量增加，但是哎、欸，我看到没有测到，我看到小，我看到钥匙了，我看到钥匙了。好，请去看骆驼群啊！这些骆驼很烦，我要把它炸掉。瞬移了一下，一样是敲三下、啊，没差、啊。嗯，搬东西有搬比较多吗？啊，骆驼死了，没有哎、欸，这到底有什么用啊？好问题啊！水，我来啦！啊，这空的、啊！哦不，上面有瀑布，上面有瀑布。好了，螺丝我拿到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应该是缺木头，对不对？木头，我这里有一条路，都路上都是。好，请问骆驼，你们能干嘛？对啊。骆驼先生，骆驼先生，啊！你斧头拿走！我拿走了，炸药好可怕！我拿，我不要推我！好可怕哦！这里好多木头、哦。嗯，可是车子快到了。可是没办法、啊，来，赶快拿！快拿！慢慢！砰砰！啊！东西不见了。三个车厢存吗？感觉也不能干嘛。还有个东西升级吗？到底能干嘛？你说动物能干嘛？你说动物车厢吗？在升级吗？为什么我在便便啊？你在便便？你有吗？我看到我屁股后面一直掉东西出来。那个没有啊，没有、啊。你按幸福特的话有白白，那个不就是那个冲刺的关系吗？对啊，跑的粒子效果。哦，对啊。我没有，我平常没有按啊。可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走路，我现在也有啊，我在下蛋欸，我也有啊，我没有，那我觉得是玩太久了，欸对，我也有欸 ，bug 吗？还是它就是走路的像是一个痕迹？对啊，还是因为我们速度变快了？不知道欸，是这样。动物车厢是又升一级了？没有啊，没升啊，就这样而已啊。没有啊，它原本墙壁是白的呢，就不知道什么突然变这样，超快的。欸，怪怪的。先滚了，好吧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。走，我要继续去挖矿。哇，这边木头主场哦。草书是一个，草书是一个。吼，力量有用，我刚把整叠的那个铁骨全部拿起来、欸。哦，你、欸、是拿整叠的哦。我要把这个人打死，我要把这个人打死。欸、他跑走了。铁骨尽量节省放的位置哦，41。好，我要把这两个人打死，送他们炸弹就好了。可是他们会跑啊，直接用锤的比较快。好，不水瓶啊，水瓶在哦。这刚没装。好，你走开！锤你！缺石头，石头都在右边。你们看到右边这边？木头很多，木头很多。我们铁轨快不够了，铁轨不够了。音乐过来帮忙搬吧。好，我来了。我来，搬木头，搬木头。哦，原来力量是指这个哦，就是在它附近搬东西会比较多。不，好像是就是把动物扔在旁边之后，刚刚哈基不是说他一次拿好几叠？对，那估计是应该是九叠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有旁边放两只骆驼。哇，这一次的螺丝很难拿哦。我想办法过去，我的斧头 ，OK， 拿到斧头了。炸药可以来炸一下吗？就是我来了，等一下，我先准备一点。炸我这个转角，好，好，然后我去拿木头搭桥。OK， 需要点木头，需要木头。脚下有很多木头，我在努力砍了。火车！哦！我也来帮忙搬！哎、欸、笑！木头！我还在努力！好！后面有铁轨，可以那个。哎呀！呀，雨夜接过，我要放炸药了，比较快。好，让我出去。好。好。打！好。
我觉得炸药可能到时候用很多颗了。对，比较快，快很多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，秀，放上去。追烫，追烫，要记得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里放了。好，好。哇，四十一。哇，我们310M。哇。又在升级火车头了吗？升级火车头可以升级一个车头呢。哪个是什麼？对啊，车头先升一个。嗯。然后这样就多一节车厢。要哪一个呢？炸药啊！好啊，炸药升升级的话，速度会降低。哦，会慢一点。哦，那升级炸药嘞？炸药 可以吗？哎、欸，可以耶！多升级好吗？再升好，再升好了。炸药好重要。每一个都可以升个2到3级耶。对，我觉得差很多。哦，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哎呦，范围比较大是呗，那就可以。炸队友了！哎呦呀，哪是范围比较大啊？欸、想一招是那个吧？啊，惨的速度吧！一直被推出去！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不要动我！有人很不安分哦。好，来，我的小木夫在这。等下，雪弟哦，要输、哎、好慢哦！哎、欸，搞不好真的是一次炸很大哎、欸。等下我放这边啊、哦。嗯，请放。哇哇！企鹅死了，有人死了。企鹅，你怎么死了？团团，你怎么了？团团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赶快搬了，我们要赶快搬了。我觉得这一关不妙，有点主场哎。等一下，又缓又快、哦，天哪，我的天！等一下、哦，上面有路吗？我先往下绕，要往下绕。等一下炸药，我去拿炸药，我去拿炸药。斧头，我的斧头被埋住了。嘿，地下啊！天啊！太夸张了！等一下我去拿炸药，我去拿炸药。要放哪边？把打前面那个树都炸掉。好，我放这边，结果、啊。要爆的也太快了吧！等一下我的斧头呢？我的斧头去哪了？我的斧头到哪了？在这。这个还是要自己挖，还是要挖的，还是要挖的。等一下搞子搞子。我中间挖一条路进去，等一下进来炸。好好好好。好了，我挖好了，我挖好了，我挖好了。等下炸药还在那个 CD 中。四五秒，六秒。4、3、2、1，快！继续炸，继续炸，继续炸。企鹅有问题啦！继续炸，继续炸。你会把炸这里，你会把铁轨炸掉。炸这里。啊！哇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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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走。等一下要往上绕。OK， 好。往上。但是积雪太厚了吧？积雪太厚了，等一下，所以雪地太厚了，不是，所以有企鹅右下角，要升级一下，下一下，我扑啊，拍谁？企鹅，你的炸弹5秒，好，我来，我先进去挖，等一下，炸弹炸正啊，快，等下这边是雪地，好，也给他炸到，搞到雪地可以炸掉，哇！等下稿子嘞，稿子，稿子在上面。嘿，对，我来了，来穿。等下我们缺石头，超缺石头。等一下。好，我搬。好，你们尽量冲吧，如果要完成任务的话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卡住。嗷、哦，有了，在制造铁轨了。完了，我在冲点点。我也是。不是铁轨啊！我是拿石头 ，sorry。哦，哎，雪地太麻烦了吧？超难的、欸、雪地。哇，雪地超麻烦、欸。他有没有什么可以快速融雪的方式啊？
不知道。让车子着火吗？欸、我们接好远哦。好远啊，真的。我们第二关这样接还蛮远，第二次玩这样接蛮远。对啊，对啊，啊，哦，雪地太麻烦了，雪地真的很麻烦。而且我发现炸药其实炸好像炸不多哎、欸，炸药炸不多，就是我是说它那个雪地的那个厚度，嗯，反而是拿来炸树比较划算。炸树跟炸矿很好炸，嗯，对啊。啊，我知道，以后就可以升级炸药来玩了。对，炸药真的很猛。那我们不是要准备两三个车厢来放炸药、啊？各种放，挖矿什么的不用了，用炸的。嗯，那前面一个那个箱子跟一个铁轨，后面全部一连串全部炸药，真的。啊，还有一个幽灵车厢，幽灵车厢也很重要。对，对对对对，我发觉动物车厢好像没那么重要。对班的人而言呢、啊嗯，而且动物好失控，对啊，超失控乱跑。宝、嗯、贝来，换另外一张地图看看，可以换另一个。啊，不不，还有那个为你指路的那个车厢不知道怎么用。对啊，不知道。换新的装置。哎、欸，这是新装置了吗？不知道。那是谁乱打？好，就这样。我乱打。还有是什么？走到外面了，嗯，在喝水，没有在玩，进去，推进去，快点快点，好，亮度够就能融化跑错棚、欸，说不定铁镐给我拿，嗯，说不定是真的可以，但是我不确定，嗯。叮叮叮！啊，钥匙看到在水中间。嗯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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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疯狂在挖。噔噔噔噔。哦，现在突然觉得前面的铁路速度真的很棒，好慢。真的，慢慢来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来不及制作铁轨哦。哦，对了，因为制作速度也变慢了。这个臭小偷把你打掉！那是好硬哦，凶巴巴气啊！好硬哦，走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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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剁掉了，剁掉了，剁掉了，忘了，这气得超凶凶。好，继续挖矿。嘿嘿，我不想哦，那个砍木头可能要到右边那边。着火了！好，我来。对空。好，你来，你来，你来。好。我来拿石头。木头。哦，现在突然没有幽灵车厢，有点不习惯。不能穿越。对。真的。啊，铁轨！暴力的气啊！啊！等一下哦。哇，我现在有时候还是稍微不太习惯的操作。嗯。哎呦。我要去另一边挖矿了。敲敲敲敲敲敲敲！哦，下雨吧，这应该下雨。对，下雨啊，下雨还好。嗯，挡视线而已。